还真他妈有不服气的。报上名来。芙蓉街打虎英雄武松。好，擂鼓夺刀。防你的下盘，滚啊！作伥，马上取消保护费。好，那要是不呢？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你这个金钱豹了。休想！啊！师叔！免了。
有本事你就下来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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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如今做生意不容易，你们要是再敢为非作歹，欺负乡亲父老，自然会有人取你们的狗头。多谢大侠，多谢大侠，多谢大侠。这是芙蓉街重伤号联名告状信和你雇佣金钱豹做协理的委任状。哼，都送到我这儿了。谭嘉林呐，谭嘉林，你小子胆儿也忒大了，竟敢到处征收治安费，你这不是臭我的名声吗？韩主席，这治安费可是您亲口同意的呀。什么？亲口？啊，对，就算是我亲口同意的。有文件吗？我给你文件了吗？再说我也没让你雇佣二狗子。哎，这雇佣协理是为了不败坏您的名声啊。哟靠，你真把我给搞糊涂了。哎，你说这雇佣协理怎么就不败坏我名声了？韩主席您看啊，这委任状上面只有我的签名，没有省政府的印章啊，这要是万一拿出去，您也可以装作不知道此事嘛。这么说你还是为我着想了？哎，不敢不敢，主要是南京政府太坏，克扣您的军饷，逼得我不得不出此。少撒谎啊，谭嘉林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若再给我雇二狗子，我就让你也变成二狗子。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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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哎呀，救救我呀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救救我！干什么？今天都打成这样了，进去！哎，慢点，疼死我了！哎呦，金爷，金爷，你没事吧，金爷？韩局长，你要给我们做主啊！好好好，哎，哎呦，哎，行行行行，小心小心呐，不报哥，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啊？唐军，
你给我批十指枪，我去他妈把他挑了。这谁打的？武松。对，武松打的。武松，我看你是被打糊涂了。现在有人告你冒充警察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谭军，我可是你们正式聘用的呀。对，谁聘你了？委任状呢？委任状呢？没了，老大。没有委任状就是冒充。谭局长，我给您跑前跑后，当牛做马，你说不管就不管了，反正我不管。我的事儿你们都得管。对，你们都得管。你想干什么？管都别动。来人呐，都别动，老实点。警察局的饭不好吃，豹哥，你要是识抬举，就带着你的人从济南给我消失。大哥，留着秋蝉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走走走，快，快走！来，今日起，燕子门李德正式回归燕子门。燕子门李云飞，拜见师叔。你小子够会算计的。哎呀，师叔啊，我要是不算计您，你哪能出山呢？还真让你说着了，不是我想安生过日子就能安生过日子。哎，你小子岁数不大，还挺有心计的嘛。哎呀，哪里哪里。哎，你师父呢？他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我们已经约好了。一个月以后在普照寺那里跟唐基师傅见面啊。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啊。三姐，瞧你拉的这位兄弟尖嘴猴腮的。嗨嗨嗨，干嘛呢？蹭油呢？也不怕砸了我们回梦楼这牌子？滚滚滚滚。哎呦，这位爷呀，我没说你呀。哟，您瞧他那样吧。你懂个屁呀，包子有肉不在褶上，他们都是野鸡，来看看我们回梦楼，这可是济南府一等一的逍遥府啊。大爷，大爷，我是丁香啊。大爷，伺候您啊是我的福分，您啊是头一回来吧。去把刚才管事的那给我叫来。哎呦，大爷，您别沉着脸。哎呦哎呦，真怪了，我也没喝酒啊。大爷，您扶我起来吧。哎呦哎呦，谢谢谢谢大爷。 哎这刚才抬进来的是什么？哎呦，是女人呗。抢来的。一看这位少爷呀，就是个外行。这园子里的闺女啊，总得进进出出的。我这人呐，是要横着抬进来，脚还不能着地儿。那女人我要了。你要了？这梳龙破瓜总得100块呢。嗯。哎呀，他已经有主了。丁香，好好伺候着。是妈妈。大爷。
好茶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宝贝儿啊，别喊喊傻着啊！只要你把我给伺候舒服了，一年以后罩着你。来呀，小宝贝儿啊！来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外面干什么呀？眼瞎了你啊？搅和啥呢？老爷，您看外面，老子里头还没看完呢，看外面干啥呀？您丢东西了？娘的，老子能丢啥？啊？我衣服和枪呢？外面，哪儿呢？哪儿嘎子？哪儿嘎子啊？丢我的枪，我的帽子，我的衣服和裤子。哎呦，哪个王八犊子给我挂那嘎了？哎呀，哎呀，都别敢，你敢看热闹？滚犊子，开叶子，开什么叶子？开什么叶子？滚，边上去，滚一边打打一边去，踢子，我要踢子，哎呀，哎，八六了，给我踢子呀！秋红啊，看来有人在暗中保护你。你先把衣服穿上吧，到了这儿啊也别太任性了，这人总得活呀。混蛋，一个堂堂的警长竟然让人家把枪和证件挂到房顶上去，居然还借茶叶办公务之名去逛窑子。你逛就逛了呗，还他妈记账？你记就记了吧，还记在国民政府名下？那帮大官都记账啊！放屁！我记了吗？堂堂的国民政府官员，怎么可能到那种藏污纳垢的地方去？局长。我去回梦楼啊，那是卧底的啊。妓院卧的什么底？韩主席的手表不是让给你摸了吗？我学吧着吧，这但凡作奸犯科的人吧，必是好色之徒啊。所以呢，闭嘴！你还敢提韩主席？你这事儿要是让韩主席知道了，是要掉脑袋的，你知道吗？局长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行了，下不为例，你先回去吧。还不走？是，谢局长。喂，吴主编，啊，我是警察局局长谭嘉林。昨天晚上回梦楼的事情不可以报，这是韩主席的意思。好，就这样。谁呀？
你要干什么呀你？你这个老东西，你说我来干嘛呀？难道我来这地方找你聊天啊？哎，你，这姑娘们还都睡着觉呢，天刚亮啊。不是说有钱就伺候着吗？哎，这好好好。哎，敢问呐，谁是你的相好啊？也要找秋红。秋红啊，秋红啊，刚来啊，她刚来。哎，这秋红姑娘啊，她生病了。哎，你可得好好劝劝她啊。啊，二楼中间那间。哎，这树上怎么挂这么多东西啊？啊，这是姑娘们图个吉祥。啊。啊，那这纸钱是？哎呦，这是谁挂的？这是，这不是添堵找晦气吗？我去把它摘了。哎，别，让它挂着吧。你去把秋红给我找来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叫她去啊。秋红姑娘，秋红姑娘，有人看你来了，你把门开开，快起来吧！啊，秋红姑娘正睡觉呢。您先忙去吧，我呀，隔着窗户跟她说会儿话啊。哎，好，我给您搬个凳子去，您等会儿。哎，去吧。哎。人呢？哪儿去了？这是？嘿，嘿，哎，这人呢，真是不可貌相。傍着这个阔少爷，这可就是修来的福分呐。哎，这女人呐，到了这儿。都是婊子！哎呦，我说八爷呀，你一个人在这唠叨什么呢？有人进去了，有人进去了。嗯。哎呦，快走快走，别惊动那小贱货！哎呀，你快点啊你！哎怎么进来的？别喊，我从来不来这种地方。你要问我是谁，你就叫我管闲事儿。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这天底下还没有我进不来的地方。这外面树上的纸钱是你挂的吧？你想干什么？
你这像是守孝啊？那是给我娘守的。你是被人逼着干这个的？也是，也不是。到了这种地方，不接客可不行。你要是敢逼我，我就死给你看。你要是想死，就不会等到今天了。说说你的身世吧。我不想说。哎，你很像个大家闺秀，你姓什么？我没姓。那你爹是干什么的？别提他，他禽兽不如。好了，你别再问了。你要是不想说，我也不会为难你。外边有喘气儿的吧？老姚啊，我一直在喘着呢，哎呦，可我进不来呀。哎呦，我说少爷，你是从哪儿进来的？俗话说得好，娘爱俏，女爱俏。我们秋红姑娘啊，能看上少爷您这个有情有义的人，真是一双慧眼呢。哎呦，《烈女传》啊，这个话又得说回来了。从远处讲呢，有红佛女、梁红玉，还有杜十娘，还有跟李宠王打天下那个红娘子。这往近处说呀，像赛金花，不都是从咱们这个门里走出去的吗？这女人想干大事啊，都得从咱们这个门里滚上的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有完没完呢？啊，秋红，我包了。你包了？秋红要是想吃点什么，你就给她做点什么。她要是想出去遛弯了，你就得派人陪她出去遛弯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没看出来，你还是个细致的人呢。你放心，这伺候人的活我比你懂。这个你留着慢慢看。你不会如意的，这是何苦呢？哼，或许吧。你的身世和我有相似的地方，好好养着身子，我还会再来看你的。可都到齐了，二位爷请吧。二位爷吉祥。二位爷请吧。哦，这位爷您先请。少爷您请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全是美女，这个美女长得俊，哎呦都不错。哎呦我的妈，这美女看得我直眼晕呐。哎呦这个小美女，
大姨光彩都看花了。我说二位爷呀，你们到底看中哪一位姑娘了？哎、当年他唐伯虎，点秋香。哦，老爷，我今天要点秋红。哎呀，对不起了，二位爷，秋红姑娘已经被一位少爷给包了。是、啊，怎么着？嗯，被一个少爷给包了？啊，是是。哎呀，我看这少爷恐怕得让着老爷。嗯，今儿个，老爷我要反包了。这位爷爷，你赶快把那家伙事收起来，快黄脸呐！二位爷呀，你们俩呀到花厅先去喝茶，带他们到花厅去喝茶。我呀再去劝劝秋红姑娘。快着点儿！我不接客。哎呀，秋红啊，这世上哪有娘不心疼自己的闺女的？你看看你这脸蜡黄蜡黄的，娘知道你有心思，还惦记着那个贼眉鼠眼的短命鬼，啊，你是怕他知道？那娘给你出个主意，你现在啊，赶紧的梳洗打扮，咱们坐车到他那边去。我知道你不愿意抛头露面，那咱们可以走后门啊！你不说，那个短命鬼是不会知道的。我不去。哎呀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！你知道是什么人在捧你吗？那可是红墙会的张县帮张大爷。他那赎身的钱不是够了吗？切，够个屁呀！他不是燕子李三，呸！他也配？让他们快着点，听见没有？哟，怎么回事？什么玩意儿？来来来，让我来。这位爷，您拿到了。哟，拿到了。哎呀，哎，张爷，您还别说。这新鲜摩登玩意儿，感情都从咱们窑子里兴起来的，哎，这他妈有点意思啊！啊，什么？啊，找谁？找王秘书长。王秘书长，这他妈又不是国民政府，哪来的王秘书长？找错地儿了。没错，爷在东屋呢。哦，在东屋呢。哎呀，行，在东屋呢，自个儿找去了。这是电话，他也不能直接找人呢。再逼我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哟，我说秋红姑娘，你这脾气再大，也不能拿死来吓唬娘吧？你是谁的娘啊？你就是秋红姑娘。哎呦，我说张大爷，秋红姑娘可是个大家闺秀，知书达理呀。你可别忘了，你这回梦楼可是靠我们哥俩才红起来的。没错，没错。别他妈老找我！我说爷呀，秋红姑娘已经是有主的人了。什么？有主了？哎，你今天不说这话，我还真有点怜香惜玉。现在，哎呀，我说大爷，去去那边去。老子我今天要霸王硬上弓！别急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出去吧你，碍事！来吧！哎呀，爷爷等等我，让我！来吧！住手！
谁他妈不把你给露出来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儿个二位爷可是喝多了。这俗话说得好，这醉汉不跟你这歪汉子斗。你留下名号来。草鞋没号。这他妈女的是你什么人？管他是我什么人，这是我兄弟的桂香枝。如果以后你们再敢欺负女人，我就把记号留在你们俩脑袋上。哎，张爷，张爷，你等等着。姑娘，快把衣服穿上。谢大侠相救，你不用谢我，只求姑娘你高抬贵手，别再让我兄弟来这里了。你兄弟？您的兄弟叫什么名字？他没告诉过你吗？姑娘，这里是个风流场，姑娘最好也早点离开吧。是啊，这儿很脏，好人常来这儿也会变坏的。他是个好人，我秋红虽然是个下贱货，可在这儿也许还有人捧着。如果出去以后从良，就更难做人了。姑娘，请你转告我兄弟，师父想他。我不该摔了你，我是靠你保护的，我是个妓女。我是靠你保护的，还不叫姑娘们看客呀？哎，是慢着，我找的是秋红。哦，秋红啊，对不起啊，秋红姑娘已经被一位少爷给包了。是。哎呀！我一定替你给瞒着啊！哎，不过呀，秋红姑娘她这个脾气……还不赶快给这位少爷带路啊！是，您请，您请，请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哎呀，我可说呀，这位爷，这秋红姑娘你得对付着点。是、啊、上一回她差一点寻了死。别说那么多了，带我见她就行了。里面请。就你眼贼，他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了。管他呢，给钱就行。你又来了。你要是想嫖。
张爷，出来了。我亲眼看见他从秋红的房间出来的。站住！回梦楼有姑娘，还他妈有兔爷？说什么兔爷？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兔。哎呀，还好，这妈真是没想到，这兔爷还他妈是个练家子。这叫我起来，虎上，哎，给我杀！哎，还他妈等什么呢？上呀！快打！给我杀！杀！打！啊！杀！你快杀！呀！一声第二个！变姑娘了啊！哎呀，张爷，这姑娘比秋红还长得帅灵呢。玩吗？混蛋！哎呀！谁呀？三儿。师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啊！说，谁是兔爷？什么叫兔爷？哎，师姐，别问了，不好听。我就知道不好听，我就得问他。你说。哎呀，就是同性恋。什么？谁是同性恋？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说。说谁是同性恋？说。我是同性恋，我是兔爷。行了，别管。兔爷起来，快！爷，走吧，走。三儿，还生师姐气呢？哎呀，我怎么会生你气呢？哎，师姐，你怎么会去回梦楼啊？我见秋红了。见她干什么？哎，她是个好姑娘，她命很苦，既然你救了她呢，你就不应该让她再待在狼窝里边。你为什么关心这事儿？咱们燕子门的人不就是讲侠义道吗？那么多妓女你不救，干嘛救秋红啊？傻呀，还不是为了你吗？什么时候动手？既然师姐交代了，我一定帮秋红把身赎出来。但这事儿不用师姐帮忙，我一个人就能办。那行，就这么定了，啊！四波一条龙，服了！来，快点，拿钱，快点！妈妈今天这手气可真是财神上身了，这点小钱算什么财神呢？来，继续，来，继续。这财神爷的真身来了，今儿晚上不找秋红妹妹陪你，想找妈妈我来陪你呀。你这老胳膊老腿的，我怕给你背手。爷爷，疼啊！来，妈妈。这次来，我是想跟你谈个买卖。我们这窑子里还有什么买卖可谈呢？莫非你是想给秋红姑娘赎身吧？还真让你猜着了，开个价吧。这价钱好商量，关键是秋红姑娘她愿意不愿意离开我们这儿就很难说了。
你就不怕鸡飞蛋打？哎呦，你看你呀，烫着你了。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倒当真了。秋红姑娘是我们这儿的头牌，怎么说也得50000吧。你要是能把钱拿来呢，我就把秋红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你送过去。那20000也成啊，怎么说咱们也都是熟人了，打个折嘛。3天之内我把钱给你送来，这3天你不许动他半根汗毛。啊，好的，你放心吧，你慢走啊。妈妈，秋红可是个摇钱树啊，你怎么20000就把他给放了呀？你懂个屁呀、啊！你没看这货尖嘴猴腮的啊，咱们能惹得起吗？再说了，这女人呐、啊，就是红过个年轻、啊，等老了，甭说是20000，就是2块也没人要。哎，这秋红啊，真是命好。娘，女儿马上就要跳出这虎口狼窝了，这钱不脏，女儿只跟了他一个男人。哎呦，你是要把这房子点着了是怎么着？你出去。秋红，你不要以为有人跟你赎身了你就蹬鼻子上脸。你给我出去。秋红啊，我是看你马上就要走了，我给你留点面子。你给我当心着点儿，哼。娘，这个人对女儿不薄，女儿今生一定好好伺候他。你了，啊，2条。哎，猪啊，3桶。糊了，啊？哎呦，手续可真好啊！哎呦，来看看啊，看好了，清一色，一条龙，上钱吧，啊？哎呦，您真是财运亨通啊！财运好，官运更好。官运再好。也赶不上老蒋啊。哎，嗯，老爷子，您这牌呀多了一张大相公。哟，相公了。其实啊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哎，你们俩也都看出来了吧？只有3儿敢说实话啊，是尽忠言的忠臣。哎，来，3儿，这钱呢归你了。谢谢老爷子。什么事儿、啊？接着来。韩主席，昨晚济南城有一起钱庄被盗案件，这个窃贼……行，别说了。天天发生盗窃案、啊，你这样说我记得住吗？啊，是。你说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吃的？是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回来。
还有什么事儿？哪儿又被偷了？是宝元钱庄啊。什么？宝元钱庄啊？盗贼还留下了记号，是燕子李三儿干的。啊，燕子李三儿。燕子李三儿，哎，他不是早就被砍头了吗？可是老百姓说他没死。没死啊？没死，这个李三儿也该六七十岁了吧？这六七十岁还能穿房越脊？这哎，你刚才怎么说的？老百姓说他没死啊？可不是嘛，这燕子李三儿啊曾经大闹过济南府，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是是是，家喻户晓。哦，合着你们就瞒着我？这哎呀，看来这官做得越大耳朵就越聋啊。哎，你赶紧把李三抓住。哎呦，韩主席，这小子高来高去的不好抓呀。怎么着，你还跟我讨价还价？不是，一个星期之内给我抓住，抓不住你这警察局长就别做了，去扫地去吧。哎哎，这哎，到了！哎呀，到了，秋红。云龙，你带我去哪儿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云龙。